按住左侧圆形区域的摇杆，先别松手哦，拖动摇杆就能移动了。看到地面的蓝色光圈了吗？试试走过去吧。点击右侧按钮即可施展对应武功，快来试试自己门派的武学吧。
场合可以获得怒气，集满时就可以使用怒气绝学了。点击按钮，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吧。小心，他们要攻过来了，快点击按钮，施展轻功躲避攻击吧。恭喜大侠升到四级，新功能技能开启了哦，快去升级和查看自己门派独特的武功招式吧。
在主城临安中，少侠可以自由切换游戏视角哦。在主城临安中，少侠可以自由切换游戏视角哦。点击解锁视角，即可进入自由视角模式。恭喜大侠升到五级，新功能登录奖励开启了，快去领取第一份奖励吧。
喜大侠升到八级，新功能福利开启了哦，快去领取自己的专属福利吧。恭喜大侠升到九级，新功能同伴开启了哦，快去看看和自己共同闯荡江湖的同伴吧。危险，大侠的生命值有点低，点击打坐技能休息一下吧。恭喜大侠升到十级，新功能社交开启了哦，快去添加好友共闯武林吧。